我们现在在 Inner Harbor， 有人大概走累了，叫他坐坐。我们要找一点好看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啊，在 Inner Harbor 哦。这个是那个包，那个 Power Plant， 这是爸比。嘿。这是 Daniel 掉在地上的帽子，要捡起来。那一头是 Inner Harbor。Daniel 一直说好棒好棒，因为里面在表演节目。好棒！对，Daniel会说好棒哦。很怕他掉到海里去，因为旁边就已经是海了。耶，他走一阶走得非常的稳哦。